车龄599第75条，这一条还是装饰音的练习，新增加了立回音还有后移音。但是我觉得最容易弹错的不是这个装饰音，而是里面的节奏，里面的16分音符还有里面的三连音。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75条总共有4行，还是挺长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少，所以等一下呢我会从头到尾一个一个细讲。首先我们先看调号，三个降记号，降 B 降 E 降 A。 降记号调呢我们要看倒数第二个降记号，也就是这个降 E， 所以这个75条它是一个降 E 大调的练习。接下来我们看左手，因为左手基本上是整一条练习呢都用一种弹法，就是保留音加半跳音。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小节的左手音符啊，有三个四分音符啊，是 G 降 B 降 B， 然后还有两个负点二分音符，就是一个降 E 一个 G 啊，这个 G 是不是重叠了？那上声部跟下声部有重叠呢是很正常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负点二分音符呢给按住，然后把半跳音弹出来。半跳音记得就是把这个跳的动作放缓一点啊，同时呢我们也弹轻一点，哎，这样就 OK 了。那后面的音符呢也是比较简单，我就不细讲这个左手了。右手第一个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用八分音符数一，等一下到第二个小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那第一个小节我们先找到这种八分音符数一的感觉啊，就是左手弹一个，嘴巴数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一个小节数六个。看第二个小节，首先看的就是这三个小音符，这三个小音符呢它是逆回音，之前我们弹的都是顺回音，顺回音呢就是在这个本音的上方开始，但是这回呢它是从这个本音的下方开始，下方呢就是逆，上方呢就是顺啊，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就可以了。既然它是回音，所以它就不能占用第二个小节的时值，它要占的是第一个小节的最后半拍时值，也就是第一个小节我们数到六的时候把这三个小音符弹出来，一二三四五六，弹出来以后呢就接到第二个小节。那第二个小节呢重点呢就是在这个16分音符上面啊，前面那个两个负点呢我们先不要去管它。这个16分音符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八分音符数一，它是不是比我们嘴上数的还要小，所以呢它必定是夹在了两个数字的中间，所以它的重点呢是夹在哪两个数字的中间，它是夹在了四和五的中间，它是在第二拍跟第三拍的中间，所以它是夹在了四和五的中间啊。所以弹出来呢这个两个负点呢我们都不用去管它啊，直接数就行了，一二三四五六，哎，就是这样出来。如果大家呢用四分音符数一呢，很容易就会把这个16分音符啊弹成八分音符，变成这样了，一二三，是不是感觉到这个16分音符变得非常的慢了啊？比刚刚的慢了许多。这个呢是从理论上面是这样弹的，但大家弹熟以后把这个数字呢给去掉，就是嘴巴数拍的这个给去掉以后呢啊，记得感觉上面呢就是基本上是等这个手啊准备要弹第三拍的那个就是最后这个音符的时候啊，这个手呢才开始动啊，这个感觉是这样，准备要弹了，这个时候这个手才弹出来啊，这样再看一次。好了，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小节，第三个小节又有16分音符了，这个16分音符呢就是在整个小节的最后面，所以呢它要在数到六，然后到下一个小节的一中间是六和一中间。好，音符呢比较简单，我们直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接着往后面看啊，后面这里又有两个小音符，这里呢要注意，这两个小音符呢是前面这个 G 的后移音，所以呢它要占用的是这个 G 的时值啊，而不是后面那个 F 的时值。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弹出来呢？我们嘴上数到四的时候把这两个小音符弹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左手来到这个降 B 还有降 E 这里，一二
三四啊，然后五，你看这个十六分音符是不是跟第三个小节一样，所以它是在六和下面一个小节的一中间，五六，然后这个时候左手呢就从这个三五呢变成了二五，一二下来，三四五六，然后呢再上来，一二三四五六，这里开始有点渐弱了啊啊！大家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啊，练熟了以后，记得要留意一下中间的啊渐强渐弱。再到后面呢，哎，我们这个右手就是八分音符了，嘴上数一个数字就弹一个右手就对了。一，注意这个呢是延音线啊，所以呢第一个是不用弹，是一、二、三、四、五。六，第二行一二三四五六，这里又是八分音符，左手注意啊，打开就跟上面是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这个时候呢过来二三四五六和一中间六，一二三四五，这个换手指也是在六和一中间啊，五六，然后这个左手呢就上来啊 F 和降 B 啊，等一下跳音的弹这个 D， 一二三四的时候右手走四五六，然后收过来左手一啊往上推二三四五六，上来啊，这个只有一个音保留，注意了啊，出现了两个手指按住以后呢，这个手指呢这个左手呢才放开，然后再弹一次，那就放手。好，接下来呢到第三行，第三行呢就是颤音，那颤音呢在七十四条里面已经弹过了，包括这个小尾巴也弹过了啊，我们就是一拍弹四个，这样就可以了。那这里呢，这个颤音这里呢就不太建议大家用这个八分音符数一啊。那怎么去稳定我们的拍子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左手它一直都有在弹四分音符，对不对？它上面是这样，二三一二三，但这里呢它只是换了个位，一二三。大家呢先去弹啊，等这两个部分都练熟了以后呢。啊，大家把这个左手的节奏呢去稳固下来，这样就 OK 了。因为啊，用八分音符数一的时候啊，数到最后一拍那四个啊，但是我们的右手呢又要弹五个，四个对五个就比较难对了啊，所以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去对了啊，只要找到这个拍子的感觉就可以了啊，我们就一个对四个就好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这里呢这个手要张开一点啊，因为它要弹到这个 F 这里啊，这个比较难弹啊，这左手的两个小节是一样的，然后就下来弹这样这个啊，整个这个左手呢就变成了这个，从这个变成这个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上来这个一，这个呢也是比较难弹，所以呢大家在弹这个颤音的时候，这个手指不要拉得太后面了，因为这个小手指可能够不到，你要放在这中间啊，这样就能够得到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左手还是一样，这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用回我们啊八分音符数一来弹了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右手下一个了，四五六啊，然后就过来这个降一，那后面这里呢又出现了四个小音符，那这四个小音符的就是顺回音，它是本音上方开始的，那这里注意一下啊，这个呢它要占用前面这个降一的时值啊，这个降一的后半拍啊，也就是这个左手在弹这个啊，我们嘴上不是数一二三四五六吗，它就是在第四下的时候就把这四个音符弹完了，一二三四，然后后面就有一数一
5、6，下来1、2、3、4、5、6，这样就 OK 了。那后面这里呢，因为没有左手帮我们打拍子了，所以我们嘴上呢更加要数了啊。这里要注意，这两个小音符呢，就是这个第三个手指的啊，它的副乙音啊，或者是说是它的拨音，所以呢要占用它自己的食指，快速的弹出来就好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就数出来1、2、3、4、5、6，然后就啊，其实这个右手在弹这些的时候，这个左手就要去找位置了，因为你刚刚在这里，然后上来这里的啊，它应该就是1、2、3、4、5、6，这样上来1、2，然后后面注意了，这个它又是回音，顺回音，所以它要占用的是它前面的这个降一的食指啊，所以呢这三个小音符呢就是在数到四的时候把它弹出来啊，1、2、3、4，好了，那接下来后面呢就到这个三连音了，后面整个小节都是三连音。那这里呢大家呢只要顾着一个左手对三个右手，然后呢当你练熟了以后啊，就跟前面这个颤音一样啊，就把这个左手的节拍呢啊，跟前面那两行的节拍呢啊稳定下来啊，找到这个前面是1、2、3啊，那后面颤音也是1、2、3，到这里三连音也是找到这个1、2、3，下面一个小节1、2、3，而且这个左手呢跟75条第二个小节呢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要找到这个感觉，然后呢就一个左手对三个右手，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从这个倒数第二行最后一个小节这里开始，1、2、3、4，啊，记得它是1、2、3、1、2、3、1、2、3，这样1、2、3、1、2、3、1、2、3，然后就上来，这里呢又用回我们那种办法，1、2、3、4、5、6，记得它是6和1中间啊，3、4、5、6，半音阶。那半音阶其实它的指法呢非常好记啊。其实我们看这个琴键啊，就是有些地方是缺了个黑色键的啊。其实黑色键我们全部用第三个手指弹就行了，就是从这里开始。但是这里是不是缺了个黑色键？缺了个黑色键呢，我们就用2。有黑色键我们就弹3，是不是缺了？缺了用2，是不是缺了？用2，没缺的用3，缺了用2。然后这里呢，弹到最后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把一转过来了，它要4、5来到这个降一这里，就是最后一个。那这里呢，就是比前面三连音更快了，因为它一拍呢，它要弹出4个音。那最后这里还是可以用回我们之前啊，用8分音符数一来弹，只是嘴上数一，右手弹2个。注意一下下面的标记，有2个 P， 也就是比较弱的。后面这个呢，它是一个精细的、娇柔的意思啊，也就是后面呢不用太强了，就轻轻的慢慢往上带过就可以了啊。那我们来试一下啊，从这个降一开始，1、2、3、4、5、6，左手换1、2、3、4、5、6，注意这里不用往后转了，然后这个左手上来1、2、3、4，然后呢弹到左手最后一拍的时候呢，右手放啊，然后呢再弹最后一个，然后放手。好了，第75条我们就学完了。这条不仅让我们学习新的装饰音，同时还考验我们的节奏，所以大家记得右手节奏不一样的时候，先把它们拆开来练习，最后利用它们共同点左手来稳定整曲速度。当然重点还是建议大家多听多弹多练。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赶紧去练琴吧，拜拜。